他没看我信息吧？应该。这妹子好不好看？看一眼。好像挺好看的。他不知道我是谁吧？可能。他是完全没有看到我信息啊。别带节奏，别带节奏，别带节奏，赌一把，你们就觉得会回来的不会，赌一把好不好？赌一把好不好？觉得会的扣一，不会的扣个二。不会啊。我打个电话给他，我打个语音给他，好，打个语音给他。他看到了，喂喂，那个不是我，你认错人了，我在上面。喂，我没有信号，你知道吗？网络通话不佳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你前面。这头真好，这头。喂，喂，我在你前面，正前方，正前方，举手机的。我在这，嘿，嘿，嘿嘿嘿，嗓子哑叫不动，他是不是认不出谁是谁了？走了，我操！哎 ，Hello， 对啊，从杭州过来的，可别看我，气死我了，真是。回酒店睡觉去了，兄弟们，回酒店睡觉了啊！回酒店睡觉了，回家了，不玩了，我走了，气死我了！又给我打电话，再见。
我去打野去了，我打野去了啊，打野去了我。我不认识你，继续，别带节奏啊，好好看啊，好好看啊。干啥？哎呀，怎么头卡呀？头卡呀！干啥？别吵我！你脑残吗？你脑残吗？是你跟我说的呀。